Pokemon 搞嘞，我们今天来到了梦时代，里面有一只三星的路卡利欧，然后还有一只蟹迷，然后刚来了，原本有两三只五星，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一来，然后就全部下完了，一只是前辈，一只是交换，一只是，我们来了一只嘟嘟跟嘟嘟力，太棒了，遭遇了蟹迷，而且是天空形态的，最可爱的那一只，莫名其妙，我就绝对不会中，结果都中了。我的天空蟹迷来了，兄弟们，我们今日呢又来到了我们的达克莱一杯梦时代，那这边有十台，所以这边现在目前卡是最多的了，就不用再太去巡台了。只是说我们来这边路程相当遥远，大概要骑五十几分钟才会到这边。我们现在在排的这一队呢，是一只有达克莱一，还有一只传二弹的纳迪亚斯吧。我们刚刚是有一只传二弹的达克莱一刚出，然后我们一开始呢，先到这边的时候啊，遇到一只月奈，然后还有拉利亚斯，还有暴击文，然后全部我们都还没打，一场都还没打，就在排队的时候就下完，所以我真的是有点，应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明灯呐、啊，只要我们排哪里呢，前面就很容易下卡，很容易下一些五星宝可梦，啊，我们这运气相当好、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准备打高垒了。再一场就换我们前面的包友，如果有捕获到那就恭喜他，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换我们来捕获这一只达赫兰拉利亚斯，看有没有机会了。那里面还有一只四星的西斯海人，加油来的兄弟们，终于我们今天、来了，就是你的大图达赫莱伊。各位兄弟们，我们有大概快两三个礼拜没有捕获到五星的，祈祷一下，大家帮我们祈祷一下了，中小小哎呀，没有。哎呦，我们有一只永基拉凯西，还有鸭嘴宝宝。好吧，选一下我们可爱的鸭嘴宝宝哈。那达克莱伊好像可以使用这个妖精系的宝可梦啊，但我今天呢就蛮想派出尼多王、尼多后，因为今天如果再没派的话，感觉之后他们也不会再上场。噔噔噔，好了，我们派一下尼多王跟尼多好了，虽然没有磕到。来了，就是你！哎呦，五一耶，还不错。我们的达赫莱伊守护这个时空之塔了，跟那个蒂亚卢卡还有帕鲁西亚大战，就是你们两位，尼多后尼多王。来了，兄弟们，直接派出我们的资源宝可梦卷，就是你前辈。我们这一场要直接用一个双重冲锋啊，毒系宝可梦哦。冲锋连击就会，虽然没磕到，但不要紧，有帅就好。好久不见你了，双重锋连击，尼多王尼多后，我感觉我们可以再出来使用一下，还不错吧？这两个伤害，你看，反击吧，来吧，没有，可惜。哦，居然按到防御提升呢，这么厉害。可以，你这个伤害呀、啊，应该是对他蛮高的。哎，没想到我们的达克莱伊这么会撑的。来了，今天我们要推出我们的第一颗球，好不好，兄弟们，就是你的啦，大家就是这一颗，有没有？来一个，没有，好吧，自己推一个。哇，没错。我们已经捕获了两个礼拜，一只五星都没有了，然后又来一颗精灵球，感觉好像一个、两个、三，叮叮叮叮叮叮，哎呀，非洲呢？看起来好像要结束了，来个强大宝可梦、你的拉利亚斯哎，好、来了，我们的暗黑球联盟，十分努力的冰冻福特。快点追上他，追上他，快快快！剩下五秒了，反击安来摇摇摇嘞，摇球摇球哎！哇，有看到我们的这个
摇摇杆的姿势吗？感觉怎么样？快点拍！哦，来了！今天我们的小迷途安安，把摇杆球向前推。不错不错，你还知道拿这一个大支球，一个，两个，三个，大家打叮叮。嗯，没事没事，轮到我们的小迷途 QQ 了，他已经很久没捕获到五星了，结果来的是，我跟你讲，选择一星的好了，泰西右边弯力。达克拉伊杯卡盘里面的宝可梦会出现来之给我们对战。附近的宝可梦听到呼喊了，出现了两次达克拉伊，三次，结果来的是，有了，就是现在我们三星右边电击魔兽还有一星的万力来出个交换吧，来一颗一精灵球就好，素瑶。我们小迷途 QQ 他说拼看看啊，那我们要投下这一只三星的电击魔兽来的没有？嗯，我们还有遇到强大帮的气息 ，Let's go bro，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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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到600没有，578也没关系，来的是，哦来了，拉迪亚斯，另外一只是。西斯海兰，我们居然还可以遇到拉利亚斯，真的是不甘当啦！后面大概目前排了1、2、3、4、5、6、7，我们现在目前这一台有十个人啊，包含我们三个人，所以有十个人在打这一台，达克莱伊跟拉利亚斯。那么这一台有没有机会直接补回去拉利亚斯啦？今天也是蛮多人的，在这个我们有一台是出现这个艳白球的暗黑球雷姆跟暴击了。那我们这台是拉迪亚斯跟达克莱伊，现在就是有两台五星，哎呦，还出反击机会嘞，顺利成功的反击，哦，看来最后只能靠我们的二十大王，没按到二十。哦 ，OK， 传二弹的拉迪亚斯。我们能不能加入我们的阵营呢？在五六天没有捕获到五星的时候，今天小迷途安安大师球，小迷途安安直接，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果然是我们的拉迪亚斯传人，最爱拉迪亚斯。哇，一次捕获两只哎，拉蒂亚斯跟西斯海人哎 ，OK，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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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暴击门，右边，哇，游戏开始啊！经历了刚刚我们捕获了拉利亚斯，然后排了将近快十个人之后呢，然后我们遇到了我们最爱基拉奇，哎，结果里面还有一个基拉奇啊，然后达克莱还没出哦，那我们刚刚场面相当火爆，左边这一颗基拉奇有没有？四星基拉奇来一个，那怎么来的是你？来看看我们的月亮一步能不能帮我们叫出一只达克莱伊跟基拉奇一起出来吧。火系的基拉，哎，钢系的基拉奇，我们可以用火系的。好，那我们就派出我们的蓬头小丑好了。两只火系，还有我们的二属性，刚好都有磕到二，这一只千年之类的基拉奇，最可爱最可爱的基拉奇哦。支援宝可梦圈靠你了，好不好？就是你的月亮一波来了，今天我们要捕获基拉奇的第一颗球，能不能跟我们小迷途安安一样直接丢一颗超强的 M 字号的球，给我看这一波了，哇，还不错呢，居然可以丢到一颗高级球下，哦，有了，
哎呦，直接捕获到我们最爱的自力拉琴。那我们的电击怪呢也不出交换，是不是好像要结束了？没错，换到我们最后一局了，我们的西赛人最后一局。哎，好了，就是你的。把摇杆球向前。哇，超级球！太好了，是超级球。有一个，两个，三个，咔咔，哇哇！今天是怎样啊？疯狂抓四星哎，太厉害了！我们又捕获了一只西斯海人哎，今天两只了。斯巴拉信哎，好了，好像我们的最后一局了。还有第二局，这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意想不到，来的是电击魔兽。哇，这么多啊！来的，今天的最后一场捕获四星的机会。球向前。哦，超级球！你看，这个超级球有没有机会啊？一、二、三，没有哇！两只都跑出来了，可惜。好的，大家，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然后刚好有捕获到一只拉蒂亚斯，然后我们刚这个小安已经在睡觉了。然后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就做到这边了，希望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点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